那个是这一球。Thank you.
去吧妞。这大罐子，这二两吧，来呀。上一下嘛，你们。哎。回去啊。你是不是都是回去？嗯，确实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多吃点。在那嘴巴长了个泡儿，专门专门买的点五花肉。嗯，那外头那个鸡，其实哪一种本地外头那个鸡？一副二块三块钱，那不紧。嗯，他那是八步鸡蛋。哪儿个？你那真的行，我操！他鸡蛋是八步。我在想，你要长大嘛？我可能是八步。你不长它，你不其他哪个长的？而且味道还可以。你吃了花椒了，这花椒不吃了。嗯。我这儿吃就要泡的了。我觉得香菇好吃。好，来来。来来来。